我想总统出访这件事情，我们国军在对面的所有动态，我们都要必须要有所掌握。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也不用担心。我们国军呢，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国防事务来专训我们的台海的安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